今年香港零售业的确面对不少的挑战，因此我们更加注重前线员工的表现。我们希望所有前线员工都可以在销售和服务之间取得平衡，向顾客销售货品的同时，必须注重与顾客之间的沟通和互动，细心聆听，了解他们的需要，提供殷勤贴心的服务，才称得上是高质素的服务。要时刻提供专业贴心的服务，我们采用一套严谨的专业守则。前线员工必须对产品非常熟悉，除了能够分析和说明产品的特性、物料之外，更需要因应客人的体型、睡眠习惯等来作出最理想的建议，为他们提供最切合需要的服务。参与神秘顾客计划可提供珍贵的机会给植梦师的员工去反思和注意自己的服务技巧，找出可以做得更好、更完善的地方，从而令我们的服务达至尽善尽美、精益求精的水平。要赢得顾客口碑，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事。植梦师一直坚持从心出发的理念，售前或者售后服务我们都同样重视。植梦师有专业的销售顾问，具效率的自家送货团队，亲切细心的客户服务员，为顾客带来完善称心的服务。